今日想介绍一下由台湾钟佳玲老师撰写嘅《不沾温度 Practice Book》。呢本描字帖咧系由进口纸印制嘅，咁所以咧写嘅时候咧会比较顺滑啦，同埋唔刮纸嘅。佢一共有30页，包括咗大街、细街、字母嘅示范，另外亦都有数字嘅练习，同埋单字嘅练习。除咗最熱門嘅 Deep Pen 同埋 Brush 字體之外咧，其實佢都出咗好多唔同嘅字體咧，俾大家去練習嘅。